这段福音是耶稣最后的晚餐，对他的门徒讲的道理。也是耶稣，他很清楚的知道，他要受苦受难。他很清楚的知道，犹大已经，出卖他。也很清楚的知道他会很快会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可是，在对他的门徒们说：“你们心里不要烦乱，也不要胆怯。”是他给他们这个平安的一个礼物，我赐给你们平安。这意思是，我们无论面对什么情况，我们无论有什么烦恼，我们应该对耶稣说：“你赐给我这个平安。”那么，耶稣给我们他的圣神的话，我们就会得到。他的平安，耶稣也是关于圣神和天父讲的，他对他们启示建筑的奥迹，谁以借耶稣也会接受天父和圣神。圣经的旧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只有一个天主，就是新约给我们说，这个一个天主不是一个孤单的天主，是三位一体的天主。这个奥迹不容易了解，我们需要接受这个圣神的恩典，为了了解，慢慢的了解三位一体的天主。圣神在这段福音，耶稣给他一个名字，就是护卫者。所以圣神好像他保护我们，他也安慰我们。这个两个事情都很重要。有另外一个方式说圣神是谁，是说他是一个女士。所以他规劝我们，他在我们旁边，然后每次我们请他给我们一个建一个一个他的帮忙，为了给我们一个我们需要的智慧，他就可以给我们他的帮忙。所以这个复活既是一个圣神的学校，通过耶稣的福音，通过耶稣给我们的这些话，我们可以慢慢的了解圣神是谁，也怎么可以跟他一起合作。耶稣也对他的门徒说：“谁爱我，爱我的人会遵守我的话。”所以圣神他也帮助我们，让耶稣的话他的福音留在我们的心中，因为我们常常很容易忘记耶稣的福音。如果我弥撒之后对你们说今天的福音是什么，可能很多人已经忘记了。所以要请圣神让我们的心可以保留这个福音，为了让它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，可以改善我们的灵魂。给我们最好的榜样就是圣母玛利亚。五月的时候，我们常常的对圣母玛利亚祈祷，因为五月的时候也是复活节，所以我们需要跟他一样充满圣神，跟他一样受到圣神的影响。所以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每次我们念玫瑰经，不要分心的念，可是要念一段福音，为了让这个
这段福音记住在我们最深的心里，我让这段福音就是耶稣的生活改变我们的自己的生活。圣神也是教会的灵魂，也把印象教会的理事教会的生活，所以教会就是全世界的教会，也是我们那个地方的教会。所以在今天的东京里，我们呢可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，就是起初的教会他们面对一个冲突，他们当中有两个团体，一个团体是本来是犹太人的人，所以他们已经知道圣经，已经按照每次的法律来生活，所以他们呢可能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收割礼，而且可能有一些东西不可以吃，很多东西不可以吃，所以他们有一些传统。可是这个起初的教会也有刚刚来的人，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他们是外邦人，所以他们没有这些犹太人的传统。可是他们信耶稣，他们也接受这个圣神，然后他们也是很热心。可是这个两个团体不容易合作，有些犹太人去看新来的教友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应该受割礼。如果你们不受割礼，就是不好，不是按照基督的旨意。”所以这个冲突变得很大，这是神圣的火。所以这个冲突变得很大的问题，所以他们在耶路撒冷聚在一起做一个大会议，为了决定要做什么。以后他们讨论很久，然后决定新来的教友不是犹太人的教友，他们不应该受割礼，你可以这样的信耶稣，就是不应该受割礼。可是他们也决定，他们新来的教友、外邦人的教友，他们不可以随便吃东西。所以这个两个决定很为我们的现在的教会的生活很有意思。先大会议之后有一个很隆重的说法，就是因为圣神和我们决定，所以这些宗徒们他们非常清楚的知道，他们讨论的时候也有圣神在我旁边帮他们做一个好的决定。所以我们的教会这样也是这样，也是现在也是这样啊。如果我们做开会，比如说传协会的开会，或是每个团体的开会，圣母军或是什么彝族的开会，应该记得有圣神在我们旁边帮助我们做好的决定，也要向他祈祷，因为我们需要他的帮忙，为了处理这些冲突或是这些问题。第二个事情是，我们现在的教会也是这样的，有一些人比较传统，有些人是老教友，有他们的习惯，可是有些人刚刚来，所以我们是一个教会，要一起合作，要对别人呢有好的想法，也要听别人的想法，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好处，
那个人给王莽这个教会进步。然后第三个是他们决定所有的人应该禁食一些食物。为什么？是因为宗徒们觉得一起吃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所以我们的教会现在也是这样，我们应该有一些一起吃饭的机会。一个家庭也是这样，它是一个小的教会，所以在家庭里面有时候有些冲突，有些不一样的看法。可是如果我们继续聚餐，每天聚餐，或是最少一个礼拜一次，礼拜天一起吃饭讨论，一起有这个好的时间，就可以处理这些冲突，处理这些不一样的看法，因为我们有这个机会讨论，也让圣神让我们的家庭变得很和谐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在今天的生活很重要，因为大家都很忙碌，然后很多家庭现在没有这些机会一起吃饭一起讨论，所以很快有一些误会。所以我们可以请圣神为我们的现在的教会，还有为那个团体那个家庭，让我们很和谐的生活，也让我们受到圣神的影响。